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要去冲浪，耶、yeah.。冲浪完了、啊，一定要来吃这边的大肠包小肠，超级好吃。你去看看，真的。啊，今麦做这招是无菜脯呀？好吃吗？好吃。还没吃到辣椒。我已经拿到大肠包小肠了，然后我就来吃看看。但是蛮辣的，就是麻麻的那种。那跟你讲那么多，我刚刚说我不要太辣。吃完啦。你们觉得好吃吗？好吃，这样很敷衍吗？很敷衍，超敷衍。跟米肠真的是脆脆的，然后米真的很淡，然后香肠是自己灌，大肠包小肠就是等于像、怎么形容呢？汽车一定要有轮胎一样的道理。就大肠包小肠是真的绝配，你单吃香肠不对，单吃米肠不对，大肠包小肠对，我真的可以去主持时尚玩家、欸，可不可以？不错、欸，感觉不错，真的哦。你也适合出那种外景，真的哦。对。赞哦！赞！然后赞！现在我们准备去买票回台北圆山，然后在车上就可以睡一下觉，不然有一点累。干嘛？哪里？是。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买票的地方非常隐秘。都拍眼睛，太近了，来，坐下。